I love you， 我爱你爱你。晨晨，我知道今天不是情人节，你平常对我的感觉我都了解，你其实可以不要唱情歌，我知道你的心意的。你秀也不错，其实我这个歌呢，我是别有用心的。你不要害羞，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好了，反正你每次唱歌都是有用心的嘛，你说。对不起，你又错了。我怎么会错呢？你每次唱歌都对我们的观众朋友造成不少的骚扰。骚扰？他们不能忍受你的。没有没有，其实我们看这个节目的单元呢，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，他们都是有个心理准备，都是有一半都是要听我唱歌的，真的。而且呢，他们一开始是不经意的去唱，一唱唱他们就哎习惯了，就上瘾了，很奇怪。你稍微一不唱啊，他们就整个哎就不舒服，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，很奇怪。这个声音比你唱歌唱的要好听得多。想上厕所是吧？说老实话了，我实在不愿意伤害你无辜又幼小的心灵，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时候是，其实你如果不要唱歌，你把今天真正的用意讲出来呢，大家会比较开心一点。说就说嘛。其实啊，我们刚刚那首歌呢是大家耳熟能详的，也在九年前是在风靡所有大街小巷，所有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，也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人翁 China 合唱团的成名曲。对了，那首歌呢其实是我最熟悉的，也就是我国中的时候常常唱的歌。拜托，没那么年轻，你说实话。你逼我说什么了不起嘛？高中就高中嘛，对嘛？明明了不起嘛，明明很像老来子，还要说是国中的时候。高中嘛，高中很了不起。不过反正今天年龄也不是重点，对不对？我们主要是讲这个 China 合唱团呢，终于在我们国内的乐坛登陆，这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迟来的好消息呀、啊。而且呢，他的唱歌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，只是对这个团体还是有一点点陌生啊。对。不过他是由一个各国国籍的人组成的一个合唱团，他又为什么要叫 China 合唱团呢？对，问得好。想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看这个让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合唱团体 China 合唱团。好，看看今天的银色快递。你敢说我的年纪？干嘛，老来子？你这样对我是不应该的。你很贵、啊，一点都不知道。鼓手兼团长的 Donna 是 China 的灵魂人物。1983年跟朋友组成的 China 合唱团，发表首张专辑《Let's Rock and Roll in China》，一鸣惊人。其中一首 Within Your Remain 更被翻唱成六国的语言，哎呀，六国，使得 China 晋升于国际乐坛。 Sarah 生性内向羞怯，歌声却自然奔放，学生时代就已组团在 Pub 驻唱，对摇滚乐非常的执着，坚持如果不组团则不演唱的理念，跟 China 结合之后共同埋首于创作。由这六个摇滚疯子所组成的 China， 在专辑制作人沈光远的眼中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团体呢？我们来听听沈光远怎么说。每次我在看他们工作的时候，我觉得很不可想象的是他们写歌的方式是怎么样，就是六个人约好说 OK， 明天我们写歌就到 studio， 在录音室里面开始写，那在录音室进去以后大家就开始互相揭秘，就在这种像玩的过程中呢，就玩出一首歌，然后到了正式进录音室的时候，可能完全走一个样子，所以他玩十次的方式都不一样。那这点是这个女主唱 Sarah 开头非常不能适应的，但是 China 的确有非常深厚的功力。China 合唱团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，以共同的理想跟语言创作了他们第一张国语专辑，让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，也一起来期待他们将为国内乐坛掀起一场什么样强烈的震撼。 China 合唱团。Oh my friend、wow. Nice to meet you、Just I see you the drum. Good, very good. Yes, yes. Yeah. Oh yes. Oh, wonderful. 背景非常的复杂，非常复杂，但是呢他的跟他鼓一样非常复杂、他们是非常有名的 China 合唱团，这首歌歌名叫做，演唱这首由张大石我们的鼓手为大家写的这首答案。有时候清晨醒来，自己在问。
潮起潮落，许多看不见的地方，多少生命依旧才懂未曾停留。看不见的地方，多少生命依旧在等回头。